咬了，买了新车，才刚刚就弄到，哦，快跑，哦 ，Let's go！Y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姐，绘画频道。今天又来到我们的 Michael 买车。有观众提到说，胡须好像没有在变更长，头发也是。我在猜应该是啊，哦，他可能本身设定成这样。不过没关系，我们就继续再留看看，看看会不会再变更长一点点哦。那上次我们有提到说这台 Woos 要卖掉嘛，我是打算卖个$34,000-$35,000左右，看看会不会有人买。如果有人买的话，基本上他出到32万的话，我都还算划算。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警局哦，刚刚帮他们送了一个歹徒过来，警察呢又给了我一个特别的任务，叫我帮他们猎杀比较罪恶深重的通缉犯，猎杀哎！但是我现在身上根本完全没有武器啊，所以呢，我现在必须先去武器店买一把武器，好不好？各位观众，如果喜欢 Michael 买车这个系列，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啊！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不一样的任务吧 ，Go！ 那我们上车吧，先来看一下最近的武器店在哪里啊？糟糕，我这个看不到武器店啊！我们稍微晃一下，我比较印象的话，应该是在车店这边，对不对？有个武装国度嘛，对不对？是叫武装国度吗？好，先过去再说。好，那我们这个呢，算是比较秘密的任务，当然也会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啦。那这收入呢，都会纳归于黑钱的部分。所以呢，这部分我们还是需要运用这个老板的洗钱公司来帮我们把它换成真钱，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赚更多啊，是不是？那这一台呢，我们等一下就找个比较多人的地方，直接就把我们的那个价码给亮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要买。好了，到了，到了。来，我们把车停好。那我觉得要买的话呢，凡事求一个小心，我们买个重狙好了。重狙毕竟我们可以躲在比较高楼大厦啊，或是比较隐秘的地方啊。如果把它射杀猎杀之后呢，可能也比较不会被抓到，对不对？哎，老板，我要买重狙啊！看一下后面的战斗机关枪，其实枪都还蛮便宜的，就这把了，9500块，我们直接买。Yes。那子弹呢？我们多买一点点好了哦。我们钱还有400万嘛，基本上没问题的。然后还有什么先进瞄准器哦？这个可能需要哦，还可以换一些色调等等的，不要用太显眼的啦，用警局的好了，好不好？毕竟我们是帮警察做事情。但是呢，我有可能会被警察抓，因为呢，这个毕竟是秘密的任务，不能够被发现。好，我们稍微找个地方看一下我们这把枪长怎么样，我们就去后面的停车场吧。毕竟在外面亮出这把枪呢不太好，哎，是不是？找个没人认识的所在，哦，就是这里了。然后配上我们先进的瞄准器，我来瞄一下路上的人，看怎么样？哇，这个叫先进的就对了，可以瞄得比较远。你看看，这样子我就有办法，哎，完成任务了，是不是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先去把车子卖掉吧。那我们等一下可能会再买一台不一样的车子，毕竟我们在做这种事情啊，如果被发现就完蛋了，所以一定要一直换车子，一直换车子。那刚好我们又是车商啊，所以买来买去，换来换去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哦。那我们去 Santa Monica 那边好了，那边应该比较多有钱人，如果刚好价格他喜欢，哎，就可以买走了。好了，哥，我们快要到了，那我们直接去那个什么威尼斯沙滩那边，那边比较多店家，也比较多人走来走去，所以应该是有机会的。除非说真的卖不掉，如果卖不掉，我们可能再换个地方。那我现在呢，也还在等警察传给我任务哦，所以我们就边卖边等。哎，那等等，我们再去看一下哪里买车吧。就来这里，就来这里。我们找个好位置，把我们的车子摆出来亮相，卖给人家吧。这里好了，好不好？反正这里车子也不能过去，我们就刚好停在这里。来，直接卖起来，价格打好了，34万，应该是卖得掉吧？不要给我出那种什么把它给24万那种的就不行了。我记得我当初是买31万左右，好不好？Hello， 小哥哥，要不要买我兰博基尼乌鲁斯啊？哦，看看吧，看看不用钱啊。嗯，好吧，感觉这边的人都喝醉了。哎，嗨，要不要买车啊？都没有人要买。哎，要不要买？感觉会不会卖不掉？我们卖个一个小时左右看看好了啊，看看会不会有人想买。嗨，靓妹，要不要买兰博基尼乌鲁斯啊？不要太烂的价格都卖一卖好了。Hello， 史力吗？史力吗？就是你啦，336,000 ，OK 啦，成交。
33万6可以啊。好了，各位，我们的务实卖掉了，33万6，没卖。好，那接下来我们去买个车吧，我们去找个最近的车行看看有什么新车呗。A few moments later， 好了，各位，我们到了哦，这里很久没有来了，之前我们好像是来这边买奥迪的车子嘛，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车子可以让我们买，不要太贵，然后性能又不错的啊。这个一台要多少钱呢？这个都8万多，这么贵哦。哦 ，Type R， 来看看 FL5， 哇，这应该是新的车，对不对？81000耶。果然是公道价81000啊，是不是啊？而且是右驾的哦，跟以前那种 Type R 后面是不太一样的，这应该是23000的新车，对不对？来，我们来试驾看看好了，嘿嘿。哇哦，也是红色的座椅，哦哦哦哦，这仪表板很帅呢。好，来，我来试开看看好了。听说这个马力蛮强的呢，对不对？300多匹是不是？蛮快的，虽然还是输了Urus，但是呢，如果说要绕跑警察追你的话，这台应该是绰绰有余了。这台可以，公道价81000，我们就买了，好不好？来来来，开回原地准备买了。这台好车好车，哎，车行又多一台不错的车车了。那就废话不多说啦，我们就直接买啦，81600，相当好兆头，直接买。那我们现在呢，就等警察打电话来了。这个如果改车改起来，说不定更快呢，是不是？整体上是不错的哦。虽然以前的 Type R 后面好像比较好看一点哦，但这台看起来呢也不错，比较没有说改装那么大的感觉啊哦。A few minutes later， OK， 各位收到任务了，在什么林赛环道，果然是秘密的任务，连联络我的人呢都长得不一样。我们看一下地图，林赛环道，哎呦，离我不远嘞，就在这里。我们先去观察一下好了啊，看到了，就在眼前，是他吗？是个大神，他会是通缉犯？看不出来，我们稍微尾随一下好了，待会呢，等待一些比较好的位置，好好的突击他一下啊。他要拐弯吗？没有，他似乎要过马路，所以我应该先往前面去，看看有什么地方好让我可以站上去的。走吧，先超个车。持续在那边，好，我来找找看有什么高度可以让我上去的啊。停车场，这里有个停车场 ，OK 了。来吧，我们先进去吧。在这上面，我待会如果要逃跑的话，应该会比较简单。我怕这个一警察呢稍微包围我的话，我会来不及逃走，因为毕竟这边人这么多。这个位置应该刚刚好。目标还在那里。我先想办法站到这里好了，我往这边过来哦。基本上我们待会再逃过去那边，再把车开走，应该一切就蛮 OK 的。就在这里，哪里？哎，哇塞，果然是通缉犯啊！哇塞，他们有枪的啦！我被打中，我被打中了 ！Holy shit， 果然是通缉犯啊！太扯了，最后一颗星了。哦，他不只有一个，不只有一个，下面还有好多个。OK。OK，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我在上比较好瞄。OK， 重狙就是这样子，好用啊！哇，这阿妈帮呀！OK， 上面来了一个，上面来了一个。OK， I got you， 现在两星了，糟糕了。OK， 还有吗？还有吗？我还有，下面还有一个，下面还有一个老头。应该没了，应该 OK 了吧？对吧？好。枪收起来了，我准备逃亡了。哇，这个任务也太难了吧！哦，警察上来了，惨了！哦，他们直接对打。警察在那边啊 ！Oh my god！ 我不能打警察，我只能跑了。快 ，Let's go！ 来，哪里可以逃跑？哦，这里可以逃跑。我们绕一下。哎呀，我买了新车，才刚这样就弄到，哦，快跑！哦 ，Let's go， 哟吼，可以啊，只要甩掉他们就好，，Let's go， 哇、哦，太刺激了，我没想到这个猎杀这么可怕呀、啊，难怪警察需要我们去，哦，因为警力如果去的话，可能也会损伤很多啊。直接来这边，我记得也可以飞啊。前面有吗？前面有警车，前面有。
哎，这里不是可以飞吗？怎么不能飞了？好，走走走走走，我们跑到工地好了。工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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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跑工地，绕跑工地。来 ，Let's go， 直接进入高速公路啊！这下警察应该拿我没皮条啦，会不会以后的任务会越来越困难了？这就完蛋了哦。好，各位完成了，警察也没找到我，然后我们只拿到7000多块，即使不是很好赚，但是相当的好玩啦、啊。各位，那我们之后呢，看看考虑这台车要不要再卖掉，还是说先留着，整理之后再卖给其他的客人也是可以的。好，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集 Michael 买车的内容。如果喜欢影片，喜欢我的频道，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啊。我们就下次 Michael 买车再见了，大家拜拜。